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。感谢神恩典，让我们在每七天的第一天，大家可以聚在神的殿中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。那我们主日崇拜呢，要从欢迎新朋友开始啊。那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？好，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好吗？哦 ，Cindy， 好，欢迎你啊，请坐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呢，就请我们的招待的朋友啊，招待弟兄姐妹呢，来给他添一个留名单，这样我们方便彼此认识哈。好，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新朋友？好，那我就让我们一同来起立，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歌声来去赞美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Bye.
求神保守我们的脚步，求神可以让我们继续跟随你的身旁。愿我们这样子敬拜赞美，愿我们接下来我们主的一切时间，你交付在你手中，愿一切有蒙你的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